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哥。今天我们来讲，怪到我在假期呢，我是做了些什么东西？就是吃睡玩乐，或者是剪接影片，就剪接怪到我12月，明年啊就没有在二校，大概是没有在二校。我有可能转去那边学院了，不知道怎么讲。所以呢，我做的那个影片的过程，我会慢慢的拍给你们。Let's go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学校放场景，这些都是我剪出来的，花了一段时间。差不多12月才发布，因为12月当天我是没有在学校的，本来的嘛，假期不是吗？12月 ，what the fuck？ 刚刚开学那一点，我就放了蛮多东西在这，先放一段，不用放吧，让你们期待期待，换回来 ，biu。这个就是我做的。过程中的影片，就这样啦。如果说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还想我继续做下去这个影片的话呢 ，Top two， no problem。好了，边那个圆圈的按个订阅，左边来个 share， 什么东西啊？右下角给个赞，拜拜。